怎么做法呢？处事待人接物，都要用至诚心呢，你才能够有感应。所以佛书与这个中国的典籍不能不读，而且要熟读，要深解意趣，我们才能得受用。那前几天送给诸位这个小册子《礼记精华录》，你看你一展开《礼记》一翻开，第一句话就是“去礼乐，无不敬；言若思，安定此，安民在。”这几句话就把中国儒家礼教的精神全部揭示出来了。礼为什么叫去礼？古德解释得好啊，礼是要委屈自己，尊重别人。所以礼的精神是自卑而尊人呐。对人一丝毫傲慢的态度都没有。